东京政府破获香港卖毒集团下个运输14公斤的这个凯他命，国名香港这个诊所造成的这个卖毒集团用旅游的名义去澳洲比利时跟当地这卖毒集团接触，所以来为这巴黎机场坐飞行机想要入来咱台湾。这专案经过这通风的检视，用这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罪嫌，把这个嫌犯4人提起公诉，而这个外号号作蒋的这个在多的这个公信姓王的主嫌，嘛获这发布通知。潘奎行李箱啊，伫集团内底提出一包一包白色的凯他命。航空警察局甲财政部关部署台北关7月30号的香港籍入境旅客，用托运行李夹装第三级毒品凯他命14.158公斤，携带高达新台币3000万。在巴黎机场就直接挂他开挂你的名字了，你就把他运来台湾，而且你们是同一个旅行社一起订票的吗？你因为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香港警察局依规定进行逮捕。这外号蒋为首的卖毒集团，先在六月招几啊名无熟悉香港人到澳洲旅游，提供资金买精品名表等，借清查流行，骗机场执法人员用澳门国家无需要签证的特性，穿过真济个将毒品运到法国巴黎，为巴黎机场坐飞机来台湾，想要闯关入境。由5名香港籍人士组成的贩毒集团，觊觎走私毒品入台的高获利报酬，以旅游名义先至欧洲比利时，与当地贩毒集团接洽，策划走私凯他命入台贩售。这香港人跨国运毒案件，专案经过桃园地检署，即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将4人提起公诉。外号蒋的姓王的主嫌，看到代志不空，在案发隔天，甲台湾接应的女朋友，都到泰国曼谷。也发布通缉在案。记者综合报道。